给他。不行不行，挺好的，我先刚才挺好的。真的呀？啊，真的呀。对，好嘞，来。老丁过了，挺厉害。那一天，我跟你说，导演，咱这场戏拍的是吃饭里面有点奇妙。今天我俩来演饭，太厉害了。对，红牛也没了。你看二镜，怎么选这么个地方？停啊！我又是这么演，真的吗？你在这跟我说就别说热乎了，嗯，对呀、啊，热乎了。哦，你真的这么演啊？我得替你高兴啊！哦，好吧，这很可爱呀。那你可千万别不这么演啊！咱会的，我是这样的人嘛。今天结算就是一会儿就换 B 班，接戏的啊。当着单身狗的面秀恩爱，有点儿激动。看看这位将来会给他。高兴啊，叫你高大律师啊！不叫你剧本。哈哈哈哈哈！你晚上跟我一起吃，我们好好的。你不要走吗？对啊，那我走了。啊，别理他。时间不早了，时间不早了，你们聊吧。走了。你说话呢？哦，好的，谢谢你送我，谢谢你送我。走啊！没有，太好了，拜拜。